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各位阿訇，各位穆斯林同胞们，安萨拉姆阿莱库姆瓦拉哈麦托拉哈巴拉卡托呼，阿里哈姆多林勒，知感真主。我所演讲的题目是《从伊斯兰教谈人类和平》。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它积极主张人类和平。和平伊始已融进伊斯兰教义和穆斯林的生活之中。一、学古兰向往和平。古兰经第三章十九节说：“哎，我做宾勒希米奈谁托尼尔真，比斯宾勒希罗哈曼伊罗哈，因那蒂那尔丹拉希伊斯兰，是的，高拉胡廖罪。”真主所喜悦的宗教却是伊斯兰教。这节经文明确指出，只有伊斯兰才能获得真主的接受和喜悦。那么何为伊斯兰呢？伊斯兰有两层含义。一，顺服，即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应当顺服真主。二，和平，即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应当谋求人类和平。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称为穆斯林，穆斯林与伊斯兰源于一词，故也有两层含义，顺服者和和平者，即顺服真主的人和谋求和平的人。俗言说一名定终身，这就要我们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倡导和平的穆斯林。古兰经第二章二百零八节又说：“耶恩尤哈拉金的阿曼弄的呼噜菲斯的米卡巴，我来探讨别人胡图瓦金谁特你，因那胡勒库姆尔对为穆贝努，是的，告拉胡廖俊。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教中，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他却是你们的鸣笛。清高的真主在这节经文里。”教诲人们主张和平，爱好和平，向往和平，以实际行动来维护和平，是一个真正穆斯林的标志。制造暴乱、阻碍和平之人，无疑与恶魔同流合污。和平生存与发展已成为当今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和平是生存发展的前提，只有在和平、安宁、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中，人类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最终建立一个平等、团结、合作互助、和平安宁的社会大家庭。二，学穆圣实践和平。清高的真主采穆圣阿莱辛斯兰姆为死者，就是通过穆圣来实现对全世界的慈爱，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和平。所以穆圣的使命是替真主赞扬法律，规范道德，让全人类能和平共处。有人曾问穆圣，伊斯兰最宝贵的是什么？穆圣说，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和语言使穆斯林得到平安，使人们的财产和生命得到安全。由此可见，穆圣对于和平与战争的态度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而且穆圣还说，谁伤害一弥族，谁便是我的仇敌。这就明确地否认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
和弥足仇视，比如当时穆圣面对阿拉伯地区落后的部族思想和专制主义，他深深感到这些狭隘保守的部族思想是引发战争的导火索，也是社会安定人类和平的绊脚石。于是他就用伊斯兰和平之声向世人疾呼，全人类是统一平等的。伊斯兰的真精神就是博爱与和平，排分解讼，以德报怨，化干戈为玉帛，变熟仇为朋友。只要不妨害人类和平，不扰乱社会稳定，不破坏弥族生活，不阻碍圣教发展，伊斯兰就反对以武力相加。然而有些人对伊斯兰教有误解，说什么穆罕默德一手持经一手持剑，还认为伊斯兰教是穆罕默德用武力强制人们接受的。大家要知道，公元610年，穆圣奉主命开始在麦加传教，麦加13年是穆圣传教史上最为艰辛的时期。麦加古莱什贵族不断欺压迫害穆圣和早期信教的穆斯林，由于麦加贵族的暴行，使得一部分穆斯林曾两次迁徙到埃塞俄比亚避难，而后在麦加人的迫害日趋严重，到穆圣坐立拜时向穆圣身上抛物吐口水，用石块向穆圣射击，甚至密谋暗杀穆圣之时，穆圣阿勒辛斯亮姆号召所有的穆斯林第三次迁徙，目的地是麦地那，从而使伊斯兰教的力量在麦地那发展壮大起来。到麦地那后，穆圣对于侵略者还是忍耐原谅一让再让。然而麦加人不断向麦地那挑战，穆圣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之时，才得到真主塔尔亚的启示：我嘎提路非斯比勒勒西安拉蒂那有嘎提路那库姆我勒塔尔特都因那拉哈勒有会布里马塔蒂呢所得高拉胡勒阿蒂。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古兰经2章190节。这些经文指明了伊斯兰在战争上的原则。在进行自卫时，伊斯兰很主张不要过分，从而为穆斯林制定了在为主道奋斗时所应当追寻的正确方法。当时穆圣的原则是一让兵，二让言语，三让钱财，四让不逊，可以抵抗。穆斯林应当追寻古兰圣训的教导，追照伊斯兰的规定，按照战争上的种种原则。公元630年，穆斯林正义之师向麦加进军，在解放麦加前夕，穆圣阿勒辛斯亮姆又得到真主塔尔亚的启示：我因真的好林斯里米反正那哈勒哈我特完克里阿拉拉西所得高拉胡了罪。如果他们倾向和平时，你也应当倾向和平，应当信赖真主。而后在穆圣多方努力下，麦加城和平解放。穆斯林进城后，使得许多麦加人惊恐万分，害怕自己被处死，因为他们曾伤害过穆圣和早期信教的穆斯林，以至于使得穆斯林在麦加难以立足。可是仁爱宽宏的穆圣原谅了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平安了。麦加人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们从穆圣身上看到了伊斯兰的宽容和友爱，因而全部归信了伊斯兰教。
麦家城成了一座和平之城，穆慎用其一生宣扬和实践了和平。在23年的宣教中，伊斯兰统一了阿拉伯各个部落，使得迷信盛行，道德败坏，战争不断的阿拉伯人统一成了一个整体，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三，穆斯林维护和平。伊斯兰教是个全面和平的宗教，穆斯林应当从实现个人和平、家庭和平到全社会、全人类的和平，在和平的气氛中达到全世界融洽相处，以此接近真主。在穆斯林的生活之中，随处可见和平。最为普遍的是色兰，色兰是穆斯林之间见面的问候语，也叫朱安词。色兰与伊斯兰穆斯林源于一词，均含有和平平安之意。色兰的整体含义为愿真主赐你们平安。和平的环境需要大家共同奋斗和努力，和平的环境更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维护社会安定与世界和平是每个穆斯林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伊斯兰信仰的要求。伊斯兰主张和平，穆斯林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反对扩张，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伊斯兰教认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就应当信仰坚定，顺从真主，谋求和平，维护和平。中国穆斯林在中华大地上生活了近千年历史，千百年来我们同各兄弟弥族同荣辱共垂亡，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维护和平的战歌。中国历史上的回回弥族，在清朝有甲午战争独抗日军保卫国土为国殉难的卓宝贵将军，抗日战争时期有马本斋等众多穆斯林抗日英雄，同时也涌现出以丁景文为代表的众多穆斯林学者、书画家、艺术家，他们暂时放下了笔杆，拿起枪杆参加抗日，这足以证明我们的先辈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为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事业做出过不朽的贡献，甚至牺牲生命。为什么？就是为了祖国能够获得独立、和平、完整、统一。今天我们所得到的独立、和平、完整、统一，就是各民族人士共同抛头颅洒热血的结晶。众所周知，天元有八座，其中一座叫和平元，这就说明谁在今世依照真主的律法生活，主张和平，维护和平，他的归属就是和平元。我们作为穆圣的继承人、圣教的坚信者，理应承前启后，身先士卒，继承和发扬伊斯兰主张和平、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优良传统，提高全体穆斯林的宗教觉悟和文化素质，以实际行动迎接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美好的未来。我们坚信古兰圣训的真谛将会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伊斯兰将会铸造人类真正的民族自由、幸福、和平，展示美好的前景。阿弥陀佛，我们都能了解到这个阿弥陀佛。